敢再次潜入魔界，擅闯岩波禁地，胆子不小。等等，我们无意为敌。哼，魔尊大人，我们是来调查魔尊大人的事，此事也关乌岩波去。我如何了解他？我是族长所悬赏，族长过来，你一旦投降，魔界肯定得跟着到来。 你也不想魔界出乱子，威胁我？不行，他太强。相勇，我支撑不住，你就立刻带他们回公帐。而我必须留在你身边。 不错，九泉动荡的事，说吧。多谢魔尊大人手下留情。此人的部族世代守护独杖拳。4年前，独杖拳曾经发生过。这是。 放过我们了吗？如果不是，我们早已经尸骨无存。啊，这个魔的气势好强，在他面前我都不敢呼吸。魔尊重楼是魔界顶尖强者，之前我就是被他打入到人界。哇，被他揍了还能活命？你也够厉害的了，兄弟。啊，这里就是帝国的源头啊！好厉害，好厉害！ 我感觉自己变强了许多，辛苦你了。嘿嘿，包在我身上。我们该如何走？应当借助周围符台离开。